柳月三日夜，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，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，说一场居室震惊的悲剧啊，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。六四这场悲剧啊，已经过去三年多了。啊，这当时啊，我这个现在说这些材料啊，说这一篇话是三年以前，但是这个六四以后三年是否当时记下来的。因为中日八九师这场悲剧过去了好多年了嘛，这场疯狂的积极分子是少部分人逃出国，大部分被抓被判被反复审问，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。所以应该说一下这三个问题呢是可以回答的。第一，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，现在可以问一下，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，如何计划，如何预谋的？